因为我现在其实角色真的练不完，大家应该也知道，看得出来对吧？抽水晶，没有啊，对头有蝙蝠侠哎，现在抽不抽得到？配一下灰仔的造型，这个造型叫什么忘记？地狱装甲对不对？抽得到吗？加六力耶！其实已经抽好了，换一次就抽完了，对吗？应该是没换掉，我有资格验。是，今天晚安。什么一枪入魂？放行碎片，好吧。放行碎片，我其实蛮多的。抖内泳装，夏天是不是？夏天要到了，还没有办法，现在三月。又是造型碎片，这样一直连续两次造型碎片，好事啊！是没几率。好了，不好吃。你抽到全都水晶没有啦？哪那么容易中？那么容易中，官方不用开了啦。那你说那样，就把它抽完吧。我自从中传说水晶之后就，我要傻眼了，我要傻眼，我嘴巴只要不讲一些就是不会中的话之后就中，马上断线，害我喷饭，害我刚刚马上喷饭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喷饭，然后就断线了，一定是被我吓到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有翻了翻了，还在吗？想到断，不是啊，我刚刚也是惊到，好不好？这精华不是啦，要断线，那我要怎么剪精华啦？你搞腰哎、欸，而且我是按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刚惊讶整个断线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而且现在没声音，我可能要重调一下，我要先把这画面留着，这太夸张了。大家一起说靠腰，为什么你都可以一直抽穿梭水晶？我傻眼。我其实上次不是也在睡眠，我就说，为什么上次我幸运值二十级，我就抽到传说水晶，那为什么这一次还没有抽到呢？然后我自己在那边靠腰，我想说啊，这个应该是抽不到了吧，抽一次应该就不会有了吧？这个吃炒饭，我上次是吃牛肉，中了，这次是吃炒饭，还要效仿我一下吗？